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？咁都唔知，咁都唔认得，我咪系 T O M 咯。你知唔知我喺度做乜嘢啊？系啦，今次嘅老师就系我 T O M 啦。好啦，今次咧我就想教你哋第四册嘅常识，认识中华文化。即是你们文化，知不知道啊？好啦，第一课就是叫做步进文明，即是说呢，我们可以推断一下究竟中华的文明是怎样进展的咯。还有呢，就是讲一下现在和以前的生活有什么不同的啦。好啦，首先现在第一件事是什么，知不知道啊？当然拿你的常识书出来啦，跟住咧，打开第一课，准备你有文具咯喎，知唔知噶？快啲！哎呀，咁慢！第一部分，旧石器时代，系啦，咁呢个咧就系、一幅图啦，就系关于考古学家咧发现中国古人类化石嘅位置，咁有三个地方咧，大家都见到系咪？好啦，咁咧，其實就係從呢啲化石年代咧嚟推上咧，就係呢個中華文明嗰個歷史嘅啫。喺書嘅第二頁嗰度咧，都見到咧有三個唔同地方嘅古人嘅遺跡嘅，北京人啦、藍田人啦，同埋元謀人喎。啊，當然啦，點解叫咁啊？咁啊叫咩人咩人咧？其實就係因為喺嗰個地方發現啫。北京人就因為北京係更加嘅地方啦。藍田人啊，當然唔係講緊喺觀塘隔離個地方叫做藍田啦。啊，只不過有地方都叫藍田咁解啫。元謀人都係一個地方名嚟嘅。咁大家有冇留意啊？呢三個地方其實咧都係比較上咧接近咧黃河同長江嘅。咁佢哋因為早期嘅祖先咧，就應該都喺黃河長江兩岸生活啦。咁嚟而家都有百幾年嘅歷史嘅。好啦，咁不如咁啦，就由我逐一同你介紹啦。舊石器時代，舊石器時代咧，其實就係原始時期嘅人類嘅。最初就係利用咩啊？石塊咧作為工具啦。當然咧，石塊嘅工具就比較簡單啲啦。跟住咧，隨住智慧嘅累積同生活經驗嘅累積咧，就慢慢係識得製咗啲較為細緻嘅石器喎。主要石器做乜嘢啊？當然有生活用途啦，包括捕獵啊，或者其他啦嚇。好啦，舊石器時代咧，大概係而家嘅距離而家啦嚇，大概250,000至14,000年咯。第一個就係元謀人啦，喺1965年咧喺雲南元謀咧發現咗兩粒古人類嘅門牙化石，同埋一啲粗糙石器。咁你喺圖。在書的第二頁那幅圖都見到那兩粒牙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門牙來的。哇，這麼久以前的東西都留到現在，大概170,000年前。是的，那麼經鑑定之後證實就是一些古人類的遺骨和遺物來的，所以就給了名字叫做元謀人。那麼也是暫時來說，目前在中國境內發現的最早人類的東西。第二個呢就是藍田人，就喺1963年到1966年咧，喺陝西藍田呢個地方咧，就發現咗一啲古人類嘅頭蓋骨喎。咁你睇書第二頁都有呢個頭蓋骨嘅嚇。除咗牙頭咧，仲有其他嘢嘅牙齒啦、顎骨嗰啲化石啦。咁佢哋而家咧，大概經過鑑定咧，大概就係80萬年到啦。嚇，個名字就叫藍田人啦。咁咧，根據呢個遺骨嘅特徵咧，咁專家就認為咧，藍田人嘅腦容量啊。就小啲嘅，細過而家，即係話腦部啊，可個容量啊，個額骨咧，即係頭嘅前面嘅地方咧，就較為闊嘅、寬闊嘅，眉脊咧就好粗嘅，咁個眉嗰度嗰個脊位，咁咧就有明顯嘅猿人嘅特徵。好啦，第三個咧就叫北京人喎，咁都比較出名噶，咁咧就喺1929年開始啦，喺北京周口店呢個地方。龍骨山洞穴咁啊，先後發現咗古人類嘅頭蓋骨啦、人體嘅骨絡啦，同埋牙齒嘅化石，咁啊越嚟越多啦，越嚟啊，當然咧，因為佢比較上近啲啦，咁啊距離而家大概就係50至20萬年到啦，所以叫北京人啦。大家去北京旅行都有興趣嘅，都可以參觀一下嘅。
不過我諗你都冇興趣㗎啦。啊，根據遺骨嘅特徵咧，北京人嘅頭腦咧就扁平，頸骨同埋眉脊咧就粗壯突出。啊，北京人嘅上肢發展同而家現代人咧，我哋現代人啦係相似嘅，即係手部啊，下肢咧腿骨就會長啲，咁咧就係可以直立咁行啦。咁直立咁行咧，其實就係人類進展一個好重大嘅改變同埋進步嚟嘅。因為之前的猿人的時代其實呢人呢其實就是不知道是人啦，總之祖先啦，再祖先的祖先呢其實就是四腳爬爬啦，咁樣在地下嘅啫。在第三頁嗰度呢就顯示了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的相啦，還有呢你啲發掘到的石器啊、燒過骨片啊同埋頭蓋骨的化石呢，咁仲有一個模擬的想像的，即係推理翻個當時嘅北京人嘅樣係點咧？就係第一幅圖嗰度啦。由呢啲咁嘅嘢咧，咁我就推斷一下啊，當時北京人係點樣嘅咧？咁咧喺後邊咧就一幅推斷出嚟嘅啊，都覺得當時人應該類似係咁樣生活嘅，係啦。唔知道你嘅推斷同佢同唔同啦？啊，咁咧各位同學，咁咧其實咧我哋可以由呢啲發掘到嘅嘢咧，其實可以做少推斷嘅，就係、是。他們呢就是群居在洞穴裡面的，就不是在屋裡面啦。當然啦，他們懂得做石器啦，當然有石器時代嘛。石器又做什麼？就是例如可以用來尖的，就可以用來割肉啦，捉動物啦，為什麼會知道啊？因為呢看那些石器呢的形狀啊、側邊啊、鋒利咁樣啦，做推斷的。跟住咧，揾到一啲燒過骨片咧，咁我都會推論佢哋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佢哋都識用火去燒烤啊 ，BBQ 啦，啊，咁呢個推斷嚟嘅。咁識得咁樣，點解係好叻喎？點解？因為能夠從一普通嘅動物變成可以用自己製造工具，利用工具去生活，咁其實就係呢個智慧嘅唔同啦，已經係。好啦，各位同學喺第三頁嗰度咧，你就可以填低小總結咯喎。根據考古學家的發掘和研究，中華民族發源於主要的河流的兩岸，北京人住在洞穴裡，吃瘦肉和野果，懂得製造石器和使用火來取暖及烤熟食物。那這個就是北京人的特徵啦。好了，我們一起打開第四頁第二部分，新石器時代。咁咧，頭先講嘅就係舊石器時代嘛，再進一步近少少啦，啊，咁就新石器時代喎。咁大家睇一幅圖，其實呢個模型嚟嘅，就叫西安半波遺址村落模型喎。係啊，咁你睇下啦喎。咁其實同之前嗰啲有咩分別啊？梗係有分別啦。呢度係咩啊？係咪洞穴啊？以前北京人就住喺洞穴入面喎，啲原始人係嘛？但係呢啲係咩嚟㗎？呢啲屋嚟㗎喎，即係話咧，人依度嘅依啲咁嘅人咧嘅智慧其實高好多，佢哋係識得自己去製造房屋啦，嚇、啊。咁咧當然啦，呢啲房屋就係、是、啊，大家幾得意喎，圓圓地係咪啊？有多數都係嘅半地穴式嘅房屋嚟嘅，嚇、啊、咩意思啊？即係話咧喺地下其實係掘咗窿嘅，上面都有上邊當然有蓋啦，係嘛？好似蓋咁啦，下面喺下邊嗰度生活，係啊。咁啊，因為當時其實都係唔係咁高啦，咁啲人大師咧咁樣做已經好好啊，點解好過住喺洞穴入邊啦？嚇、啊！咁而且仲有特徵喎，係成堆嘅喎，點解啊？由此推論，我都知道佢哋咧通常都係應該係會聚居啦，好似村落咁樣一班人咁樣啦，就唔係咧好似動物咁樣散收收咯，係咪啊？不如咁啦。我就俾一條影片大家睇下，介紹喺個西安半波遺址啦。西安半波遺址，西安半波遺址係屬於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嘅村落遺址，距離今日已經有7000多年歷史噶啦。當時有一支部落喺西安建咗一條村落。由于这条村落位于今日的半波村里面，所以这个遗址被命名为半波遗址。半波遗址的面貌反映出7000多年前
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古人类的生活方式。从遗址睇嚟，当时的人已经懂得建造房屋来居住，并聚居成村落，过住定居的生活，而且在村落周围建了壕沟，防御外敌。在遗址里面发掘出很多鱼钩、鱼叉和矛头等工具，可见当时的人已经以捕鱼和狩猎为生。在发掘的过程中，发现一些纺织用的纺轮，类似现今的线辘，可见当时纺织的技术已经慢慢形成。而出土的陶器手工亦都相当成熟，可见当时的人类对于制作陶器已经具有一定的技术。遗址中种种的发现反映出当时的人类已经具有高度的智慧，显示出古代中国的文明。小朋友，下次当你们去中国西安旅行的时候，记得去西安半波博物馆参观一下啦。哈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噃。咁佢都做了很多工具，是不是？好啦，咁喺呢本书咧都介绍咗几个噶，好似第一幅图啦，圈栏遗址啦，第二个咧点咩啊？石磨盘啦，第三个渔猎工具啦，第四个咧石纺轮啦。咁头先影片咧都有啲介绍咗噶啦吓，咁大家都系睇见到呢、这个揭页啦，就可以睇到其实咧我哋推论咧，咁呢啲咁嘅嘢或者工具其实系做乜嘢嘅咧？系之前啲人系发生咩事咧？啊，从事咩活动咧？咁我咧喺第一个圈栏遗址，当然啦，我哋又去推论啦。嗯，其实好大可能系佢哋咧已经系识得将啲动物饲养圈养啦。咁就有肉豬啊，或者其他動物啦，就可以得到肉食咯。因為之前咧舊社時代咧，主要都係周圍咧見到咩動物咧，就係捉佢翻嚟啊嘛。咁而家就唔係啦，就養佢啦，係嘛？咁第二咧，嗰、那個石磨輪咧，咁我哋推論咧，咁其實當時人已經識得耕種噶啦，跟住用石磨盤咧就嚟磨谷啊、整碎啲嘢啊，嗱就係農業社會嘅初型啦。第三咧，因為漁獵工具咧，咁大家容易諗啲啦，咁可能都係攞嚟。例如叉魚啦，咪有魚鈎啦，係嘛？即係識用魚鈎啊，同埋用矛頭啊去捉動物啊咁樣咯，係咪？咁第四嗰個咧，啊石仿輪咧，咁我哋就推論咧，咁其實咧就係利用呢個石仿輪咧，即係好似而家嘅線碌咁嘅啫，其實咁就嚟編漁網啊或者織衫之類啦。咁識得啲咁嘅嘢，其實咧就都比當以前嘅舊社時代嘅北京人啊之類咧，其實叻好多嘅咯，進步咗好多嘅咯。當然啦，佢係時間上咧就近啲嘅，其實即係五千年到一萬年到啦，就喺佢哋而家咁嘅新石器時代啦。咁喺第三幅圖嗰度咧，咁大家亦都可能見到上邊嗰度咧，就見到一個啊呢個一隻眼咁嘅陶器嚟嘅，應該係嚇。咁咧依係做咩嘅咧？其實大家估唔估到啊？嚇咁啊！大家試下估下係依係做乜嘢咯？咁啊～跟住咧就同老師講翻啦嚇。第三部分青銅器時代，咁咧考古學家咧亦都喺土地下邊咧就發掘咗啲青銅器出嚟啦嚇。咁大家聽到青銅器都諗到，其實呢個時代當然係會比石器時代更進一步啊！因為石器咧都係石頭嘛，我哋將佢磨啊，將佢處理啊嚟做工具啦。但青銅器咧係銅喎，已經係金屬嘅時代咯。即係話咧，我哋先係點樣去提煉呢個銅作為一個容器嘅工或者工具嘅物料啦嚇。咁咧商朝咧，即係我哋比較好早期啦。商朝同周朝嘅貴族咧，咁咧其實咧都要用青銅器咧。作為禮器嘅，咁下面咧你見到咧當時咧嘅一啲嘢喎，啊第一個係咩嚟嘅咧？偏鐘喎，係要嚟做咩噶？咁其實咧呢個咧啊就係、是、B 樂器嚟嘅，咁啊東周啊曾侯偏鐘咧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咁嘅樣啊，不過依家係無疑啦嚇。咁祭祀同埋宴會嘅時候咧就會。使用呢啲樂器噶啦，咁其實就係好似而家嗰啲敲擊樂咁啦，
有很多不同的鐘，每個鐘不同的音，打下去就有個音，那就可以製造一個音樂出來。那西周呢就定立了禮樂制度的，用音樂來強化禮儀制度的。那我們現在都有音樂的，都要唱歌啊之類的，那些都有一點點都是這樣說，都是禮儀制度來的。那第二幅圖了，這個叫青銅雀了，這個做什麼的？三隻腳。哦，大家想不想到啊？哦，這個是飲酒器來的，這個是飲酒的。飲酒？這個世界上有沒有酒的？當然沒有啦，酒是要提煉的嘛，要做的嘛，是不是？那就是說當時的人就懂得飲酒了。商朝的青銅雀啊，這個就是啊，那麼貴族呢就是拿來做什麼？做飲酒器咯。第三幅圖就是鼎了，咁呢個呢就係叫青銅方鼎，喺商朝嘅。咁呢就叫做咩㗎？諗下。咁就係絲喇喎。絲有兩樣嘢喎，炊食器即係要嚟煮食啦。但係同一時間亦都係階級嘅象徵，即係話呢個社會上嘅地位係好高啊，又低冇咁高啊咁樣喎。咁煮食啦，另外呢其實喺祭祀嘅時候啊，拜神啊拜天啊，或者宴會場合呢都會拿來使用的，一個重要的禮器來的。咁呢商朝呢亦都係按等級呢就利用青銅食器嘅，咁有個叫做用鼎制度嘅。咁其實鼎呢喺當時都係代表咗身份同埋權力嘅，係象徵嚟嘅。我哋聽過一言九鼎呢個成語啦，就係嗰陣時開始啦。第四呢就是青銅劍，咁大家容易理解啲，青銅劍係乜嘢係嘛？咁當然就係 A 啦，兵器啦。依把咩青銅劍咧？都幾出名嘅喎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？就係越王勾踐嘅青銅劍啦。好啦，各位同學睇咗呢四幅圖，你諗到乜嘢啊？你諗到青銅器時代嘅人同以前新社時代嘅人？有什麼分別啊？看一看。好了，大家應該想到其實分別很大啦。為什麼啊？因為那個一來呢製作技術高一點，更加重要就是這些是什麼來的呢？飲酒啦，打仗啦，禮儀啦，是吧？還有音樂啦，其實就是有少少超越了動物的一種基本生活需要的活動來的，是吧？因為音樂都是人為的嘛，即是說當時人已經懂得享受一些不是純粹動物的東西了，享受音樂啦，聽歌啦，是吧？飲酒啦，酒都要做的嘛，是吧？享受啦，追求一些的享受啦，那這些就已經進入了文化的階段了，所以呢商朝周朝呢其實就是我們真真正正中華文化的開始，其實是因為我們看到這些東西，我知道了這是一個文明的開始來的，其實就不是純粹一些動物。好了，在小眾記那裡就有了，七千多年前人們不但會獵食，還有什麼？耕種和畜牧，還會紡織和製造陶器，後來人們更懂得製造青銅器作不同的用途，這反映出當時已經建立了禮儀文化和社會制度。好了，各位同學，大家填翻呢啲資料上去咯噃。咁而家咧就俾個動畫你睇下，呢個就係關於鼎嘅功用同埋意義嘅喎。鼎的功用和意義。鼎是我国古代煮食用的器具，相当于我们现代人煮食用的锅。鼎的形状大多是圆腹、两耳、三足，它同时亦都是一种在祭祀宴会中使用的器具。西周时代用鼎制度非常盛行，鼎是一种权力、身份的象征。所谓用鼎制度，就是按照人的等级来使用食器的一种制度。天子利用这种礼制约束臣子，并规定各级贵族可享有的特权和应尽的义务。
在用鼎制度下，等级越高的人用鼎的数目越多，可享受的物质就越丰富。当时的用鼎制度以象征贵族身份的升鼎为中心，有所谓九鼎、七鼎、五鼎之分。天子可用九鼎，诸侯可用七鼎，而卿大夫则用五鼎。所以我们成日说一言九鼎，是表示某人的说话很有分量，可产生极大的力量，同时亦都表示我们要言而有信，好像天子一样。更有趣的是，在用鼎制度下，在不同等级的人的鼎中所放上的食物各有不同。在天子的鼎中会放上牛、羊、乳猪、鱼、猪肉、鲜鱼和干肉作为菜肴，而诸侯的鼎中所放上的菜肴分别是牛、羊、乳猪、鱼、猪肉和干肉。至于在卿大夫的鼎中只是放羊、乳猪、鱼和干肉，可见等级之间的分别。这种礼仪制度的建立，固定贵族内部的秩序，使不同等级的臣子可享有的权利区分得一目了然，而内部的冲突亦都因而减少。我的介绍是不是好好呢？好啦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都好攰㗎啦，再见。